什么？哎呦！每天我也叫你找到合适才能出门，我还没说你挖骨雕找一个合适出门的，你听我怎么教的你？那你每天就撵我那个吗？每天早上就撵你。那张琪那个，硬撅我，硬撵我。你个屁！那要出门了可没有这些事，后面这些事都没有了。他打不打跟我没有相干，他高兴打都打，不高兴打就不打。可都那几个天天拖拖垃圾、拖袋子、拖纸箱的破老妈妈。还说都那个了，我天天看来看去还是那个，肯定都是个死老妈，其他可以。